家好呀，我是花猪，本期是朋友们。香菱的四命，这是他最重要的命座。香菱有四命了，就给行秋补命座，他的每个命座都是有用的，性价比超高。如果香菱行秋都满命了，那就选自己喜欢的吧，其他四星进深渊的机会不多。后续我依然会第一时间分享 4.5 前瞻300原石和游戏外的各种福利，兑换码最少1000原石，还没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就能第一时间领取了。最后希望大家可以用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，万分感谢您了。